四种穴，四种的嘿，它的面口合谷收啊，这个就心胸胃都可以找内关。哦，心胸胃就找内关穴。内关都在什么位置？内关就是寒纹上来两寸，两寸大概是从寒纹再上来大概四个指头这样这个位置。哦，就是小，就是寒纹的小拇指。哎，不是，就是在压住这个大陵，对不对？大陵穴这个地方，是，然后四个指头大概这个地方。哦，内关穴，内关在两个骨头中间嘛，就骨头中间内关穴。嗯，啊，大陵就是在腕横纹，啊，腕的横纹处是大陵。那腕横纹就是腕手腕痛啊，你可以找他。嗯，哎，这手腕痛啊，因为我讲的很多心脏的这个姐姐，手腕痛啊，这个就可以找大陵。但是你要按的时候，应该从健康这个按一按，啊，这边动一动。哦，您说的是要按健康的那只手，然后大陵穴，大陵穴这边就动。